写一次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创作。最简单的方法说出一个人性的故事，用洪大哥的动作去推动我这一个主题。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因为我的脾气很暴躁的，不好不休，非常坚持。好，再来，你要稍微快一点点。啊，这个戏啊，我只要说。武打片来讲，真的是 number one。长长向我都搞咗老总，40年拍40年，跟每一个导演合作，都应该是一个非常幸福过程。怎么去能闯荡江湖？神经病两个，这个好容易的。你得坚持自己的理想。跟以前接触的类型很不一样。这时候每一天挨15个小时，武打的部分还比我轻，一天都没有休息。动作上啊，点解会咁样？我哋全部系导演嘅意见。大家的一个过程已经是最好的。一人一个运气，对每一个角色配合得非常好。今次算系比较幸运，冇咩动作。不过我见佢哋真系打得好辛苦。拍他打呢个鞭，练得非常好，好勤力嘅人。好似之后咧，我件衫第一次做痕，就我很享受跟陈导拍摄的这个过程。对武行兄弟，不好意思，踹了他53脚。49条应该是最难忘的。你好，有火花，这个戏才会好看。要经过很多磨练，大家走在一起就是为了这个电影拍好。